之前带大家睇咗艺展中心嘅品牌展厅啦，估唔到呢度嘅天台有一个好靓嘅空中花园啊，有好多特色嘅餐厅、烤肉，去咗个性嘅咖啡室、茶艺等等。今日我就特登精选咗几间介绍俾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嚟到咧 Dada Cafe 啊，呢间 cafe 咧其实好巴闭嘅，我喺呢个大众点评上面见到咧罗湖区系排名 number one 嘅，所以今日咧就访问下呢个 Dada Cafe 嘅主持人咧，就是我哋酋长啊，酋长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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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很厉害，因为我在大众点评上面看到您这边是第一名啊，也是，就可能是大家觉得我这边就是跟其他的店就是不太一样吧，嗯。就是我这边用的这些设备呢，都是这种复古的这种全手动的设备。哇，这个真的我没见过，这很复古的，还有个音在上面哈。这个是做意式浓缩的。哦 ，espresso 的用。对对对，上面是 espresso， 嗯，下面是冰的燕麦奶。喝的要点就是说不要小口喝，小口喝就只喝到浓缩。对，那第一口就大口，不是喝到上边浓缩和下边燕麦奶。哇。哇，好特别的感觉！其实你喝进去的时候呢，就把两种味道混在一起了，而且它有保存了 espresso 那种香味，很浓香的味道，嗯，真的超好喝。这个是咸奶油的，哇，很多层呢，我看这个层次是很丰富，然后前面上面还铺了这个是杏仁片，嗯，咸奶油蛋糕，也是我们店自己做的，嗯。谢谢酋长，谢谢酋长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好好好，大家下一次嚟艺展中心嘅九楼咧，指一试我哋酋长冲嘅 Dada Cafe。哇！一入到呢个空间咧，突然间个人咧脚步咧就慢咗落嚟，个人咧突然间好calm down，因为点解咧？呢个系一个茶室嘅空间嚟嘅。而家我哋就一期701嘅呢一间叫做遇见啦。呢間茶室其實佢提供嘅唔淨止係一個茶室嘅空間，一個茶室嘅家私咧，做飲茶泡茶嘅一個體驗嘅。佳佳你好，阿姨你好，我們終於遇見啦。對，要不要示範一下？真是個緣分啊！對對對，謝謝謝。我泡了兩個茶在裡面，陳茶混了紅茶。嗯。喝完之后会有入口回甘的感觉，有回甘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而且有清香，有很香的清香的味道。其实佳佳，我想，我觉得这桌子太特别了，平时喝茶的桌子就是中式的，那你这个有点像是意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风格其实它包容性比较强，就是它是一个东方极简，嗯，也比较会偏现代的一个风格。这个集成桌呢，是我们2020年获得一个奖项的一个桌子。我们的高度呢，就是可以，比如说你坐500、600、700都可以坐，可以定做的啊，对。下次香港的朋友大家可以考虑哈，来我们艺展中心逛的时候呢。来和我们佳佳遇见一下，来在这边喝一杯茶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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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感谢。如果大家近期要来深圳的话，绝对不要错过艺展中心啦，同埋记得收藏这个视频，下次见啦。